但是我是已经站起来给他们喝彩了，就是觉得都很强大，就是不愧是队友。像 Apple 的那个前后的那个点，和他那个，就是说那个音乐的理念，哎，我会一方面我会喜欢，第二方面我会嫉妒，第三方面我会自卑。天哪，怎么这么厉害？我怎么想不出来？啊！哇，一星队长的第一个舞台啊，压力很大，第一个表演。三位队长，我们先说说。虽然不是我队，我目前我给100分呢。对，一波队长呢？哦，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，我真的太炸了！我觉得两个点特别，就是把握的特别好，开场跟结尾。尤其是结尾的画面太震惊了，就是那个画面感，划船就是真的会，就是因为前面已经很厉害了，开始是柔的，然后到后面是刚的，然后又变回柔，而且那个柔的那个点非常非常的炸，就最后那一画龙点睛那一笔，哇，好厉害！大亮队长，这是炸炸。炸弹不是那种在你面前一个炸弹爆炸那种炸，是伤到内脏的那种感觉。啊，对，炸可能是一下的，他那个炸是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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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，很紧的炸。三位队长都说嗨了，一星队长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他们选择用一种中国的武功武术打一套拳，来跟大家讲。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，它不仅是一个舞蹈，甚至把中国的一种精神给表达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可圈可点的地方。哎，这个编舞是谁啊？ Apple 说，其实到全曲到所有的过程都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，只是说我是比较挑剔的那个人，就什么都觉得哎可以更好，然后大家一起决定哎真的可以更好，然后就哦 OK 就这个了。 Apple 老师非常严格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哎，好像可以了，但是 Apple 老师就会说还差点，然后又我们也一直想到 Apple 跟我们大家都觉得 OK， 然后才过，有可能第二天又把它推翻了，所以就非常困难，但最后出现的就是很好。用加尔队长一句话总结叫做，这就是艺术。哎，好了，有点期待我后面的第二组。谢谢他们，请你们到你们的位置休息。现在有请 B 组来到舞台上。酷的，看完他们的表演就是觉得他们很棒，那么我们也不能被影响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看大家的喜好。我们的舞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感觉，它是需要品的。为了我们队，为了大家，就尽可能的去把我们的这个舞完成的更好。好，现在舞台留给我们的 A 组。哎呦，毛笔哎。
看完我们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很稳的，稳赢了。在看黄潇的时候，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又开始慌了。他们也非常优秀，我注意到张艺兴的反应非常的大，哇，太棒了！哦，我们跳的时候，他的反应还没有这么大。哦，其实我的内心是有点慌张的。黄潇他们作品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当时我们所有人信心打直接降到一半，就是很疯狂的神笔黄粱，很开心能够把大家都带入故事当中，把他们带入我们的这个世界里边了，我们成功了。